朱海军啊，哎，来来，我们的麦克风要不要换一支啊？哈，好，喂，来，对啦，我们这边我们换一支麦克风，好吧？来，我请请我们跟我们来宾问候一下哈。我们现场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朱海军，海军的啦，我空军的啦，空军，哇，谢谢安哥，谢谢安哥，大家目前真的是我们豪气的一节啊，不敢不敢。我还有龙姐呢，龙姐之前还有阿尔姐呢，哦，对不对？你是在点我们呀？那是你啊，我们年长一辈的，更资深的啊，对，更资深的，对，那是大姐大，哦，那大姐大，对，对，做我们的这一辈的非常喜欢，而且是上将级的，这边的演绎真的很好，包括听力真的很好，真的，歌曲好，你做受被肯定的，是真的。我们好奇真的是哦，很多匹黑马。哦，超黑的，每一批都超黑的。哦，真的海军呢？你看卖的海军六舰队，你看一战成名。由于头啊，肯定够介绍过这首歌曲啊，新的歌曲。哎，对呀，对呀，大时代的。对，今天很谢谢歌迷朋友。哎呦，谢谢谢谢，苏联来救过。对，今天是真是在地哈。是的，对不对？是啦，像咱这嘛是隔壁亲家啦，时尚天空都没出海去。你看以前做用心的，你看大家都看到。哎，大宅深深，底
送金啦，袂歹啦哈。你倒是袂变乖啦。是的，买白臭豆腐啦。哦，你是白笑我送的哦。冇白啥，冇白啥。我伫咧考验你的智商，我伫去查过几啊遍的啊，对无吼？搁咧卖豆奶的啦，迄不改正的啦，做新鲜的啦。做新鲜的。那除了我们今天还有我们中部的朋友，对，听说还有北部来的朋友。有没有北部的？对不对？哦，还有我从台南从中午就开始走路了。台南的朋友，我们的高生源呐，哈，来谢谢哈。更厉害的是安哥，还有漂洋过海来看您的。受罪来。妈来是，瑶瑶，早早他就到了，后面有几场我们有几次的见面的资源啦，好谢谢，都蛮来是啦，好，要讲台语未？你要讲未？你要讲台语未？哎呀，只是啊，哎呀，谢谢，只是一点点一点点啦，哈，你现在在台湾是念书，教外学生。20年哦，看起来好像20岁而已哦。有台湾人的脸。哦，是，好，好，我们主管经跟我们喜欢你的，还有我们今天重点是华龙宫、华龙江、华龙的守护红牙宫，请来请就，我们好好诚恳的啊，跟我们致谢一下，跟我们恭喜祝福一下哈。谢谢，谢谢这个华龙宫呢，然后给我今天晚上这个机会呢，除了海军今天有带来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要唱给你们听以外，另外呢，海军。要亲自亲口的对你们说，谢谢你们一路来对我的支持，然后我也借由咱这个新年吼，甲大家道保庇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然后啊万事如意，多赚钱，几爽塔，几爽塔。啊，是，谢谢，那多快呢？那今晚第一出场，马上就应该该速干喽。那这个礼物哈，速干的是要拍片一点点礼物哈。啊，所以你就是就在时间的干喽，吼，我是要干喽的一万拢幸福一万，像这珠海金安排去挂起来，堆幸福，另外拢幸福久久，久久的幸福哈。来，干姐哈，啊，黄氏也要久久。好，好，是，嘿，来啊。我上你看看厉害，你看厉害，我看厉害，弄弄看厉害啦！你来什么？不能在那里有。哎，是呀吼，我那主管就哎呀，多亏啦！我都为你话句的呢，对吧？我啊，你是谁？你又长得不够胖。来开玩笑，开玩笑哈！来，我们等一下，珠海君会接受我们大家点歌。这一场算是我们珠海君的个人演唱会的，算是我这样子吗？是我个人演唱会吗？陈丽的歌曲，家己要听了哦。家己要听。啊，搁阮北港的嘛要听了。旁边有朋友。哎呦，哎，这个好像，哦，你的可以去参加那个分贝比赛哦。今天只有领500块而已，差不多就好了。来，开心到没，海军啊，来这个视频的去帮我大家分享，好到没？我今天来的时候呢，有一位大姐，是的，她说希望能够今天听到我唱一首《恋恋沙轮》这样。哦，暖暖。对，是啊，可是我现在没有看到那个有没有大姐在吗？在，有没有在现场？有吗？有。哦哎，这首歌曲真的是有故事的哦，真的有故事，而且是非常感人的。哎，对，这是真实的故事哈，发生在台南那个监狱哈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啊，我们怎样去总结哈？我就去处理男主角，珠海片是去处理女主角，我怎么替台南龙啊来？啊，主要是大家都坐一路火车啦，啊，到三轮站的落车啦，吼，啊，就含泪啊，咬口快了，就依依难舍去坐车的啊，所以这首歌定的是。暖暖沙轮帐，来，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歌，来，掌声欢迎我们的珠海君。会唱的，跟我一起唱好不好？你会唱吗？你真的会唱吗？我待会替你唱。这首歌其实是非常感人的啊。你将感情的分开，叫我搁再找别人。我在
原来珠海县的话有这些天涯公园，你也很大。你三星头照出的歌曲，哎，今天的歌曲《乱乱》，谢谢你们大家，希望你们大家一样会喜欢这首歌，好不好？不是，不记得公园来哦。哀怨的声音，哎呦，哦，跟那恁恁的天涯公共关系啊，你厉害，哎，好歌真的一首首啦，真的是经过我们的歌后诠释之后呢，不能这条歌不能是上情人在翻唱，分得好，这个人真厉害，哎，都是珠海军曲，我今天哦。原主唱人就是你。对对，其实这首歌是阿典老师，然后也是写了一首很动听的歌，然后我也很幸运的唱到这首歌。是是是。然后我的师兄呢，翁立友先生呢，对，后来他也拿来。我有看到你们老师哦，那天我去那个台南做活动，对对，简老师，哎，他一直分享这首歌曲。为什么知道这个？为什么知道这个剧情呢？是他本身告诉我的，对，所以我做一首歌，他说真的要感情写出来的。这真人真事，真人真事，当然也会希望说每个人的感情啊、爱情啊、所有的一切都能够很顺心，然后很美。对吗？请继续。对，我靠高音。这唱完了啦，哦，选的后天本身的太低唱嘛，因为你考完你嘛。要光，要光，哎，去把那个叫海军，不要到有带今天欧阳给来吗？啊，你们想要我的欧阳给吗？要不要吗？海上吗？要吗？当然，我的欧阳给听说还不错。是吗？啊、是，好啦，那你看你嘛，你五百年啦，不可能五百空十块啦，无啦哈。你在介绍下边弄啊？是啊，是我讲的哈。来来，今嘛，咱的朱海军准备我们的欧阳给，就是我们的经典海报哈。对，然后一面非常的歌曲，掌声越大声，尖叫声越大声，就往哪里的？哦，来，我的助理啊，哈，来来，你不要上台一起，好不好？哈，我们今天特别特别助理，好了，谢谢。你是我们家的总管。哦，总管，啊，那不笑容。上面拢管。好，上面拢管哈。太谁了？哦，啊，你顶得管足快哈，你管足快啊！来来来 ，OK 啦，是是是是，那就随便出一堆啦。啊，你们做几台？哦，我做几台？他有他专业的。哎呦，来落，我们都要拍谁啦？那太。逼姑娘到那哈，来来来来，谢谢。那我们这个管家把它隆重介绍一下。管家，你是管那个花园的哈？是啊，他是管我们。
们NO 家所有的大小小小的事情，是对啊， okay, 买洗衣精啊，买牙刷啊，他都可以帮。我跟你说，海军哦不用管那个NO 哈、哦，比较会偷跑，比较管紧一点。但是他就是，可是你们两个不能违背狼间哦。没有，没事哈。没事，到家就直接洗。哦，没事哈。哎，我你讲啊。你会感到肉皮大颗，你会变。那OK啦，开玩笑，开玩笑哈。来，谢谢，来安排歌曲。杰伦龟，但是我在想说，我今天很难得能够来到秀水这个地方，是，所以你们可以接受海军下去跟你们握手吗？好不好？可是我们不要太。热情是 OK， 对，因为我今天穿高跟鞋，对，如果我今天穿平底鞋，我就跟你比，嘿，跟你比啊哈，你现在这个美腿是有保险的哦，对，昨天刚保了，这贵这贵啊哈，那今晚你穿这样，总管我管交通呢，你在哦，安娜。好、哦，哎，那 OK 了哈。安娜，哎，安娜，你叫外名啦。安娜，那个做操心过度，你哪安尼哈？来，安娜，来，阿瑞辉，许瑞辉，来，掌声欢迎。祝海军来，谢谢。对，哎，小队。你不过是一时的相思机会，你愿意为我放弃这片花园，请你再一遍我的期待，把狗给我搞
수량나이지역고에그속에사아야谢谢我们的楚海区，谢谢，哇，太感人了哈！真的是安诺，哎呦，我们太感动了。对，秋哥变亮点。哦，真的，哎，妹妹，这个是我一个我们大家的一个粉丝朋友们，是是是哦，然后他相当会唱歌，哦，那今天知道我今天要来这边唱新歌，所以昨天半夜不睡觉，哦，真的练了这首歌，哇，对，所以今天妹妹好。好唱吗？好唱，好唱。你比较会唱，还是我比较会唱？你比较会唱。当当当。我这么怀疑嘞，你是都在看八点档，都没在念书，是不是？还是说，靠，潘宇圭赶快来听一听海军的歌曲，是不是？希望他有一天能够成为你的对对对对，一定的，海军的接棒人。没有问题，祝海军的接棒人。谢谢谢谢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我们还有安歌曲吗？你们安歌曲？想要听吗？大声一点！哎呀，就拍死了！为什么你管了这件事啦？哎呦，不要断了！哎呦，就拍死了，安尼啦！啊，到底阿哥是要听到一首啦？啊，不如卖雪山，刷刷去！啊，什么？对不对啦？什么什么？望春晖。望路的春晖哦，望路春晖，老师今天就无准备着谱。对啦，我记起来也是经典歌曲。好，我想我今天借由这个时间，既然这一段是我的个人演唱会，是是对不对？那我想跟你们大家一起唱这首。
要出海军。谢谢谢谢，他终于要一点瘦瘦的了。哎，谢谢谢谢，对对对对，辛苦的老师，谢谢。那我们继续来介绍我们的他们当地的，好，也是一个非常，对对，我们也是在我们的电视选秀节目非常优异，也是过关盟主的，是我们的秀水之光。好，而且你们要记起来做贴切，你是北东天啊，哎呀，北东天，很贴切的。跟他本人是一模一样，好，来安排不花喜悦，掌声欢迎，Ben Dong Qing。